我也要抽春雨，为什么不能抽？我不要抽春雨，我不要抽春雨，为什么要抽春雨？你抽黑标吧，抽死了，黑剑，黑标出来了，黑剑、也不用黑剑啦，随便一把武器啦，随便一把就好，随便一把，我就不想玩青海了。就他在抽，就一个跳弹给你，垃圾，哎呦，点歪了啦，随便一把啦，念珠也可以啦，快点啊！哎，扯念珠。念珠啊！干你娘鬼血！鬼血刃！谁要玩鬼血刃啊？不爽啊！不爽啊！不要玩鬼血刃啊！谁要玩鬼血刃啊？鬼血刃，那么230就有了。破东西！谁要玩鬼血刃？干德正卡，你好意思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要玩鬼血刃，玩德正卡，不是干什么德正卡可以玩。哈哈哈！完了，这鞋子坏掉。什么东西？持国天，你妈真棒！持国天卡。Yeah, good. 傻小。哎、欸，国崩哎、欸！我哎、欸！国崩哎、欸！国崩哎、欸！国崩哎、欸！到底抽我抽几抽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算。三抽还是四抽吧？笑死！连国崩这么脆手可得的吗？可是我都没抽到啊！冰镇石到十八号了啦，白痴！我冰镇石捏到三个月后哎、欸，哭悲啊，哭哭！好啦，我们国崩神来武者前标，还有加一个要啥？你要我用夜火冰镇，夜火冰镇还是王良，还是其他东东？阴阳师可以，天使也可以。哎、欸，要天使？我觉得是不用天使啊，因为我用奈诺就可以了。你装，如果你反死就装个反死，保险一点。哦，装反死，好，没问题，装反死。反死，好，我有反死。啦啦啦！好像是看到奈落吗？装奈落吗？是我是眼皮啊，看到你装奈落还是？混沌，混沌，混沌。然后，你讲的不是超耐落三小。我要装什么人数好啊？混沌。好，还有一个嘞。佛灭。我阴阳师装什么佛灭啊？你可以学傀儡师啊。看，我能学傀儡师，我把 EF 买下来。干，妈的！你要进化吗？嗯，你要进化吗？应该不用、啊。有运卡应该不用进化了。你要带九尾吗？没打这个东西还没屁用的东西，我觉得混沌反而比较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啊，玩吧，好玩。好啊，没有人啊。哎、欸，两个人就可以了。笑死啊！我开 V 卡，我们两个都过150啊，一定可以啊。S。哦，好久没有听到这扎实的砍击，啪啪啪啪啪！哎呀，今年暑假出什么直购，老子绝对买爆！什么直购？去年不是国风直购吗？嗯。啊靠！没有办法了。突然觉得。正言法师，如果你嘲笑别人的处境，你未来你也有可能陷入相同的处境。比尔盖茨亿万富翁笑死，哈哈哈哈！哦，好大的图！看，超飞机，这是豆哥传那张图，我指正，我觉得可以。靠黑猫，我觉得我们确定要打接传这种东西吗？啊，可以笑，没人说你一定要打接传啊。对哦，我们血洗接传怎样？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篇文讲说。
后面。丑，有够丑。操！干！我变直直野生天使哎、欸！天使死了，我还活着好吗？我是刚有一只天使死掉了、啊，有一只天使他死掉了。三三八九。我今天从一千三打到一千五，都是靠计算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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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嗨，阿祖。我怎么听到你死掉的声音？是他死了。你佛他干嘛啦？你到底佛他干嘛啦？你有光天欸。啊，当然啦，我中九尾干嘛？我到底中九尾干嘛？三三八九变三三九七，八九变九七加八，继续吧。不差一关，一场八才多少啊？哎、欸。死者封印，看我一堆神仙呢、欸，我四个神仙，你给我死者封印。不是，我想测试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比较多。如果没有比较多的话，就改回来。不会比较多。他多的定义是以我们玩家的人数跟他的那个战斗力配置去配置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战斗力会影响到，就是敌方的战斗力跟我方的战斗力差会影响到。啊，我觉得我们好像战斗力特别高哎、欸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战斗力是这个战斗力。银次的波数会有十二波。会有十二波，十二只哦。对，会有十二只。哪来十二波啊？你的十二波去哪了？十二只啊！哦，十二只，好。我还以为是十二。啊，不然你想要打上百只的神威也行。好啊，来啊。这个神威我觉得倒还蛮 OK。我觉得可以吧？来，我看一下加多少。你去 at 官方叫他用三三九九了。你现在去 at 官方敲门出六星，官方一定会满足你的要求，然后搞出六那个四只四完三号之类的。倒霉，这东西遇到四完三号，我有踢效应啊。我觉得可以，还是打得过啊，就只是可以花时间而已啊。只不过你会两下而已啊。你不要砍太凶哦，我还在。啊！你要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砍一个残血的，林北抓起来。被抓啦！哇！哇！你这个死神！你这死神是三小。被抓啦！被戏啦！你那个死神是吸毒是不是？好，吸毒了，可能饿了吧。四魂抓三只。靠加一是三小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加哎、欸，哎、欸、靠，危机是加一耶，我没有加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加，杀太快了吧？干什么垃圾点？到底是什么狗？要不要带啥？可能杀太凶了吧？换了不换了，我要把白烟咪卖掉，拖队友烂东西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帮我们增加战力的进来了。好，增加战力的。一色血之下，应该会死吧？你知道吗？他上片了。
他上电视了。好了，上电视啊，你要上啊！这台电视，我觉得你砍的好像太快了。他直接开挂了，开挂，飒爽，开挂！我是来增加游戏难度的，嘿，开心吗？你们要战力来喽！你们要游戏难度来喽！先说，我现在有一只，现在有一只完全残血的在那个哦。好，知道了。半血而已啊，啊，没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他是来给我们增加游戏难度的、欸。好玩啊，好玩、啊，好玩。你要补血吗，黑猫？啊？什么？补血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干，补血可以干嘛？可以吃啊，看看你。哎、欸，阴阳师，你们两个都通给我万用，你什么意思？会死吗？我好奇，那直接砍下去会不会死？如果他有发现我这一部片，我就解除他黑名单。他跑了，期限一个礼拜，走了，他不可能发现的啦。他，哎，哦哦，地震，地震，地震，无感，高雄稳，我是还蛮有感的，没感觉啊，我在三楼哎。我在二楼。四楼哎，哎，虽然说我在。对不对？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我觉得这个我们要不要打慢一点？啊？哎，好像有过什么过三十秒再打什么？之前不是有什么你打太快没有 A， 好像 S 值就加的比较少。你好像就是你不能就是你不能打太快，避免刷场。好比说你在玩390的时候，你好像不能在三十秒内打完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抓31秒啦之类的，所以我们要等多久啊？好，现在剩下一次了，我要偷他魂，这个一点屁用都没有。我会认为你的偷魂技巧有用，好吧？最后一场哦。拍片的最后一场，因为我们其实也玩了15分钟。哦，余晖，请问一下，你抽到了吗？他没有玩，他已经退很久了啦。你是问什么？啊，我说深特，你有抽到吗？我没打算抽啊。那小 A 讲，也没打算抽。哦，你在讲那个龙之方舟。没有原神，哦、原神啊！来，明日方舟。我在思考你们两个共同游戏是什么，然后之后脑筋就错乱了，怎么死一半呢、啊？黑猫怎么又死了、啊？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突然九吞，然后一直给钱不要死人色，你知道吗？我更好笑。我有吃锅天，但是我现在一直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在穿日轮衣。谈支持。黑猫，你那边音乐跑出来。好啦，这部随便抽抽的阶段短片就先到这里了。啊，音乐就是要嗨，好嗨爆！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 Gabby Ju， 喜欢的话订阅一下吧，拜拜，谢谢。